不一定会实战咯，因为我们已经进入到装备的时代了。哎呦，我就很快的讲完。那接下来是无畏短靴，怎么有点有印象啊？是不是乱掉了？没有吧，没有吧，应该没有乱掉吧。好，今天重点就刚才那一个东西。哎呦，因为它是一整套的、啊，你才会觉得它怎么讲过。因为它就是无畏上装跟无畏，好像就是它就是无畏套装，所以就是很像。这个啊，嘿嘿。我要赶快就行了。哎，那我来那声啊，都还没准备好就跑过来了。不要再十倍了，不要再两倍数了，救一下这里 ，please， 救一下这里。应该是稳了吧？稳了吗？两倍数，小丑大嘴谁在弄？拜拜啦，就是这样。我可以很轻松的演示每个东西，啊，就是让大家都看得懂，好吗？这些聊天室它是跨服的，它是跨国际的手游啦，所以我真的很难讲它的聊天室。其实，我觉得每一集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赶快去收集钻石，然后把那本你的英雄合上去。所以这期真的是非常的免费哦，你看我都免费取得，你看有没有？钻石就可以抽，啊，反正就是很浓耶，对啊。